他们说皮蛋呢？皮蛋咋的了？那他们有人问，你们小不点还好吗？啊，我寻思你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说啥了呢，媳妇儿？啊，今天没直播，今天白天。哈哈。我寻思我媳妇儿白天直播了呢，家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老四啊，过来跟大家伙打声招呼。四哥，我的意思是没看到小不点儿。啊、哦，没看到小不点儿啊，我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我寻思我媳妇儿直播，你上我媳妇儿直播间了呢。我媳妇儿说小不点儿怎么地了呢，知道吗？这么事儿，整误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啊，不好意思，整误会了啊。老四，四哥，你懂不懂礼貌，四哥？来，过来，来，挨个的老大打声招呼啊！老大坐好了啊！老大跟大伙打声招呼啊！好宝啊 ！Seven 跟大伙打声，坐好了，坐的三跟大伙打招呼了 ，Seven 来了啊！好啊！腐妞啊，腐妞跟大伙打声招呼，腐妞啊，腐妞在这儿呢啊！迷糊，迷糊快来，小迷糊快来，小迷糊，小迷糊，迷糊来，迷糊来。啊，迷糊跟人打声招呼啊，跟家人们打声招呼，迷糊啊，俺家小迷糊来了，石榴，石榴，过来石榴，石榴，石榴啊，小石榴跟大伙打声招呼啊，好石榴啊，好宝，去吧，去玩去吧，石榴，啊，去玩去吧，去吧，石榴，石榴跟大伙打声招呼啊，每天晚上都这么晚。嗯，这么晚上来搞得老是看着看着睡着了。欢迎大家伙啊，我们家直播晚是因为啥呢，家人们啊，直播晚是因为孩子睡觉晚，在一个三兄弟天天晚上想拍视频拍不出来，知道吗？然后再有我这脚不行，我还得收拾卫生啊，每天晚上得收拾卫生拍段子啊，还得等着我媳妇儿哄完孩子的我们才能直播，老铁们知道吧？啊，关键是我这个脚干活不利索，我这个每天收拾卫生都得靠我媳妇儿擦地呀，加上这屋里擦地啥擦桌子呀这那的，家都得靠我媳妇儿，知道吧？啊，三妈妈在这个地方，在来这屋之后她才能帮我收拾卫生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所以三爹每天晚上直播哎呀。我你看，你看，就我这脚就这样式的，我还得打扫卫生呢。家，你看，我脚都站都站不稳。我从明天开始，我到八点的时候，我就给我姑娘吃安眠药。我单脚。然后九点就给你们开播。咋的？让我姑娘耽误你们事儿。你说啥？你刚才你说九点咋的？我说从明天早上，明天开始八点就给我姑娘吃安眠药啊，让她早点睡呀、啊。八点吃安眠药。你天天直播那么晚，都是因为我姑娘睡得晚。哎，所以你才要快点好啊！她现在生活不能自理，啥玩意儿都得靠别人。媳妇儿，把狗粮，你把狗粮拿过来呗。要把狗粮放下，把狗粮放下，一会儿咱们吃。现在不让他们吃，放点上。现在不让他们吃，先没到点呢。依我的，吃狗粮呢，家人们，等会儿的，因为你现在给喂完之后，我还得去遛狗去。你要不遛狗的话，他们憋着难受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开播之前遛一遍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给他们吃的话，他们就需要上厕所。你们要不遛他的话，他们就在屋里憋着，要不就往我人家里尿，往人家里拉，知道吧？等会儿的，吃完饭就下播，下完播就上厕所遛去，知道吧？啊，石榴明天过生日。老四，你过来，四哥，你还没跟大伙，四哥是不是没跟大伙打招呼呢？啊，是不是？老四来啊！哎呦，四哥也来了啊！四哥跟大伙打声招呼，老四你正面一点，老四你正面一点，行不行？四哥，四哥你正面一点呗，行不行？四哥，过来。
你正面一点，坐好了，坐下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老师来坐下，坐坐坐，老师坐，哪都不许去，老师，我就看你的耐心，四哥，老师就看你有没有耐心，不许往这边瞅，你多一眼都不能瞅他，啊，老师不能瞅他，我告诉你，老师啊，你看这两天老师让我打的害怕了，你看，看不见吗？老师这两天我这两天我夸抽老师嘴巴子，说害怕了啊，老师，你看，老师，你看。四哥要躲，是不是害怕了？媳妇儿，刚才老四是不是害怕的表情？媳妇儿，老四是不是害怕表情？是不是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给我四哥挣的治的北府的，知道吗？看出来了，你一伸手就闭眼睛。哎，别打了！我告诉你，以后老四要再咬腐妞，再咬小明，我还打他。是吧？再咬狗我还打他。那咬狗对吗，家人们？那咬狗咬时间长不得咬人呢？咬谁都有打，我告诉你。啊，咬谁都有打。哎呀，你们干啥呢？你们干什么？对，如此对一个孕妇啊！干啥呢？腐妞过来了，腐妞来，哎，干啥嘛你们啊？你们在动，滚！我生气了，赛王，这是你们儿媳妇怀孕了。赛王，你有点太不听话了，赛王啊，你有点过分了，你现在啊，你现在有点过分了，赛王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啊，你儿媳妇怀孕了，你不知道心里没数吗？那老大不懂事，你还不懂事吗？啊？多过分呢，老铁们，你看跟腐妞整的，腐妞怀孕。怀了，腐妞指定是有了，他不该这样式的对腐妞。你说我一天我这真不好管了，你们真不好管。哎呀，三爷还不让我说话。哎，腐妞，过来来，媳妇在站着干啥呢？媳妇罚站呢，在那块儿。你坐那边，媳妇，你坐那块儿。行吗？要不你过来帮我拿手机。媳妇，你还坐那儿吧，你退回去坐那儿吧，媳妇，你坐那儿歇歇会儿吧，歇，我怕你累着，媳妇。你坐坐会儿，媳妇，你坐歇歇会儿，媳妇，你歇会儿。求你们大哥，我跪行吗？啊，我跪点什么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媳妇，我嫌你坐那块儿了啊，你哪站？行行，我问你，媳妇，我嫌你坐那歇会儿，我嫌你站那干啥呢？我怕你生气了，好像是。那你不干，你不吱声，我哪知道我干啥呀？给我给你拿的。不用了，行，你坐那儿，你坐，哎。那我给你拿的，你用。不用了，我给你拿的呀。媳妇儿，你看你总是说我在那儿，我说媳妇儿你坐那儿。
明显就是咱俩正常唠嗑正常说话吗？你怎么敢总感觉我是在针对你呢？我没针对你啊，我平时我就这样式的呀。是你总爱生气，媳妇儿，你要不生气的话，你就感觉我是在咱俩正常的玩闹，咱俩正常的开玩笑啥的，你都肯定不带生气的。我等我的课，你让我坐下，我就应该坐下。我没生气，老家人们，我没生气，咱不敢生气，我没生气，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呗。媳妇儿，那你回去休息吧，行吗？媳妇儿，我不回去。那你都在这干活了，那我能睡觉吗？咱不敢睡觉。迷糊。你哄哄姥姥去，哄哄姥姥，没你哄哄姥姥，你哄哄姥姥，哄甜甜，迷糊哄哄哄姥姥，迷糊啊，哄哄的。你看小迷糊瞅你呢，你看小迷糊瞅你呢，你看，迷糊多可爱，迷糊可爱吗？你看看迷糊哄你呢，你蹲下呀，你看看，媳妇儿，你蹲下，你说迷糊，你说姥姥没生气，你蹲下。我给他磕一个呗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摸摸他。迷糊这么懂事儿，你看老人你别生气，你看看他瞅你呢。你说，阿姨对你摸的，你亲他一口。你说老了没生气，迷糊啊。晚上你在这屋睡，我老婆。哎，迷糊啊，你跟姥姥撒娇。哎呀，迷糊，姥姥在这儿呢，姥姥别生气，姥姥别生气。姥姥，你好好的，姥姥啊，你小迷糊可懂事了。伏妞干啥呢？伏妞干啥呢？那是？伏妞，你偷吃什么好吃的？我瞧瞧，我看看啊。啊，媳妇，咱刚才又玩啥游戏来着？媳妇，又玩什么游戏来着？媳妇，啊？福妞儿，来，福妞儿，你拿手机吧，你。媳妇，你就正常唠嗑就行了，行吗？你别在这拿手机不吱声，咱不敢说话。那你不吱声也咱不说话都有人骂我呢，这说话更有人骂了。妞儿，我给你按摩一下子啊！大，你接着老大，你们几个轻点，等抚妞。啊，抚妞这肚子怀的可是老四的宝宝，我告诉你们，啊。俺家虎妞那肚里怀的可是老四的宝宝啊！啊，你们轻悠着呀！啊，他万一没带上的话，我四哥不得上火呀！啊，媳妇儿，你说老四虎妞如果是没怀孕、没怀上的话，老四能上火吗？媳妇儿，啊？我估计你能上火。此话怎讲，媳妇儿？此话怎么说？啊？为什么我能上火呀，媳妇儿？啊？那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上什么火呀？这玩意儿又不是我配的，我上什么火呀，媳妇儿？那不你让配的吗？那我让配的，那也不是我配的，那我不至于上火呀。那你一声令下，哪个？那你让老四上火，那老四就上火呗。你不让他上火，他敢上火吗？你才是这些家姨吧？你说啥人都，你不管是我说的是，如果没怀上的话，老四这回没有儿子的话，你说老四能不能上火？我的意思是。这个角度，感情这个角度去考虑。你不是通灵吗？你看，老四啊，来问你，老四来问你，老四啊，如果你媳妇没怀上，你能上火吗？四哥，你能上火吗？啊，四哥不上火呀，四哥闭嘴。
闭嘴，老师，你们上火呢？你现在，老师，你给大家表演个上火。老师，上火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。这个，你表演个上火。人老师眼泪痕都这么重了，你还让人上火？听我口腔溃疡算上火？哎。主播你好，八号链接狗粮四斤的吗？对，啊，四斤的、八斤的、十六斤的都有，它有选项啊，里边有选项，狗粮不吃包退，啊，家人们，人家热你不让人吐舌头，上火，我四哥一上我就非常震惊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四哥一上我就咬嘴唇子，四哥呀，小老四现在成护花使者了，老铁们，你瞅瞅。啊，老师现在成护花使者了，火腿肠皮特别啊，腐妞吃皮呢，媳妇儿，媳妇儿你给他们一人八个火腿肠吃，媳妇儿行吗？媳妇儿你拿手机，我爸来，媳妇儿我来，媳妇儿你过来，媳妇儿你把手机拿，你坐这儿来，我来。你看呢，我让三文把那个灯开开啊，那边太黑了，啥也看不见啊。我让三爷把这把灯开开啊！我给你打上吗？我自己来行，别踩着我！你小媳妇让他们坐一边去吧，要他们该踩着我了，行吗？媳妇儿，我是坐这儿，老大坐，十月坐。三爷把灯开去，把灯开开，三爷。开灯，咱们开灯，上去开灯。哎呀，小明知道我上蹦，你拿手机吧，媳妇儿，拿手机。再坐下。三班，三班，三班，你去吧。哟，我操！完了。关播，下播，咋的了？咬了一口呗，咬了。我看。没事，没咬坏。真的吧，疼得冒汗了，我操！那咋给我咬？大哥，你慢点，补妞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破皮了还是咋的了？应该破皮了，就是有个小破皮了，没咬坏。你转过来，你让大伙看看不行吗？咬这儿了，你看牙印，看领子，看了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一领子。哎，没出血呀。我妈，我头冒汗了。啊！那腐妞啊，干啥可着急了，可着急了。我骑到三大岭了，肯定坏。是不是肯定坏、你说坏他肯定必坏。我一天天的跟俩好说，没毛事坏的。刚才那个长篇哪儿呢？没出血，应该是没出血吧？咬破了吧？
出去了。啊？你看，看到印了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印，看了吗？这家伙。你说出没出血？没出血。破没破皮？这你一挤破没破皮啊？破皮它不就得出血吗？那破没破皮啊？哎妈，没错，没破皮，媳妇儿，没破皮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他那样式的，他那样式的真不行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一被吃的就往上窜。小迷糊以前那样式的，就我都训他。你要进？不让回来进，不是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让，不让，不让，没事，不让进，不让进，不让进了。那咱往上待着吧。你这样式的不行，你一喂他，他就真的容易咬着你，就跟老四那回咬着我似的。老四就着急了，我上次我拿了个球，我打算给老四，老四上去就掏一口。你记不记得在杭州的时候？你得训练他。你让我打回来了，让我打回来了，没事，我他妈给腐妞一个嘴巴子，刚才不长记性能行吗？这咬着我了，这是俺家姑娘，我这是俺家姑娘拿个肠喂他啥的，那么一下把手给掏了。那你为啥要让腐妞喂你啊？那咱姑娘看着的话，你她肯定是想给她吃的呀。我就不敢认，我家狗一喂也这样，把我手都咬出血了。反正不怎么跟我在一块儿，刚回来的事儿，在店里头也没人管他，在店里头非常自由，也没人管他。他往上抢，你发现了媳妇儿？家人你们看着了吗？他往上抢，他不抢能咬我的手。狗粮在那个狗粮在第八个链接家吗？啊，拍十六斤就行，啊，没有二十斤的啊，狗太多才抢的。我现在试试腐牛啊，我现在试试腐牛，我必须给他找上，我看他抢不抢，啊，我现在试试腐牛，腐牛过来，腐牛你给我过来，坐下，腐牛坐下，慢点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抢我还打你一巴掌，腐牛，我告诉你，下去。我给你才能吃，不能不给你不能抢，不许动！三位坐下了，坐好了，往退，坐好了，老大，不能抢，不能抢，不能碰，坐下，不能抢！好，你再抢，坐好了，老大，坐好了。不能抢！你看看，你们操你给我起来，三位慢慢，三位坐下，慢慢的，慢点。操你哥！我发现你们几个都学坏了，是不是？拿个棍子来，拿棍子来，都学坏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别跑！谁都没有我四哥聪明。谁都没有四哥懂事儿，四哥坐好了，四哥坐下，慢点，四哥，慢点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一个一个来啊，媳妇你把他们关起来，媳妇你把他们关起来，来一个一个来，不行，站着不行，站着哪能行啊，真容易把人咬着了，你关起来，来，我一个一个训练，来，关起来都行，留一个出来就可以，我一个一个走进去，你往上抢东西不行啊，你回去，回去。你叫他们回去，媳妇儿叫。老四进。哪个水都湿的，他们能看见。
都给我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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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我看我好不好使，我看我好不好使，回去，老大，老大回去，老爷说话好不好使？看，过来，来，老大，老大回去，老大，老四，扶着出来，来。老四，老大姐，老四，咱一个一个出来啊！石榴，明花，石榴，明花，明花听话。虎妞呢？虎妞进去，虎妞，石榴进去啊！过来啊！三个听话啊！不能抢啊！好，坐下，不能抢，三吧，不能抢啊！你不能抢。刚才狗狗多，我看狗狗少怎么样啊？不许抢，慢点，再慢点，啊，慢点好不好？好，坐下，小点声，慢点行不行？慢。三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给你吃了啊！你不能这样式的啊！你咱这图你，不许动，慢点，慢慢的。好，这多好啊，这多好啊，这才是三 seven， 慢点，这才是三 seven 啊，再慢，三再慢啊，再慢，不能快啊，三慢慢的，慢点。哎，对，这才是 seven 啊！慢点，别往上掏啊！慢慢的啊，好，好，让 seven 回去吧，媳妇儿，让 seven 回去，让他过来，让迷糊出来啊 ！seven 回去，迷糊出来 ，seven 没怀孕。三没有怀孕，我买的木耳潮了，是不是袋儿破了？你买的木耳是不是袋儿破了？找客服，联系客服啊！咱联系客服啊，家人们，明下来，明下来，明坐好了，明坐好了，明儿坐，明儿坐下，明儿来，明儿过来，坐。啊，慢慢的，明儿。慢，你又慢点，慢点，慢慢慢慢慢慢吃，米花，米花来，过来，来，米花来，慢慢吃。哎，米花你慢点吃，你慢点吃，你还有两根，你要不慢点吃，你一根就没有了，吃完这根就没了啊！慢点，啊，好，米花啊，慢点吃，啊，好，米花，米花也都知道。好了，坐好了，慢点。啊，37号罐头几种口味？37号链接，37号链接罐头总共是3种口味啊，家人们。哎，随机发，家人们啊，4种口味，我记得好像是4种口味随机发啊，老铁们，来坐好了，米糊坐好了，慢点，米糊慢慢，慢慢，哎，好，米糊坐好了，慢慢。迷糊能听到，慢慢，哎，好，迷糊啊，小迷糊知道慢慢的啊，哎，好，迷糊啊，再给迷糊两来一根，再给迷糊奖励一根啊，啊，迷糊表扬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让迷糊表扬好不好啊？
俺小明可喜欢吃火腿肠，特别渴望啊！俺小明超级渴望的想吃咱们家这个火腿肠。那行，咱火腿肠拍拍三包送一包啊！迷糊，慢点，慢慢迷糊。啊，小明很慢啊！我就喜欢这样的小迷糊。哎，好宝，好宝啊！行，迷糊回去吧，迷糊回去吧，迷糊。来，迷糊回去吧，迷糊。啊，让他爹，让他爹出来。让迷糊山那里行，进去吧，让爹出来，让老四出来。老四过来，老四来。咱家火腿肠含肉量达到60%，看着家们。鸡肉和牛肉混合口味的啊，含肉量达到60%啊。老四过来，老四下来，下来。啊，老四坐下，老四坐好了。四哥慢，慢慢的。操你哥，你这大口，你再敢一大口一吃，你看老爷子。慢点，老四。你看你把口小点，小点吃，老四，你要吃了老爷啊。你要把你老爷吃了哟。小点口，慢点，慢慢。哎，好，啊，对，慢，慢慢。四哥要把他姥爷吃了，我看这是啊，慢慢的啊，火腿肠，拍三包送一包，啊，慢，慢。老四，先咬嘴唇再说。先咬嘴唇，咬。抬头，老四来，抬头，来咬嘴唇。老四，想不想吃火腿肠？一，二。慢慢啊，慢点。哎，好。老四泪痕像他爹，老四泪痕是自己，老四泪痕是自己的原因，家人们啊。老四上火啊，你要说就随他爹的话，老大为啥没有呢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老大其他狗都没有，就老四有，公狗就容易有泪痕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。老四慢点，你看看，你又要把你姥爷吃了是不是啊？老四是不是慢点？好，老四回去吧，老四回去吧，我必须摆一摆，抚妞放出来，直接把抚妞放出来，必须摆一摆啊。有沐浴露吗？狗狗沐浴露有啊，咱们家有狗狗沐浴露。媳妇儿，老四回去了，干啥呢？媳妇儿在那块儿，六号了呢。狗狗沐浴露在41个链接啊，家人们啊，34.9一瓶啊，1000毫升的34.9一瓶啊。来，那谁呢？老大啊，来，我刚才说让 Seven 出来，啊，我刚才说让虎妞出来，媳妇儿，老大啊，老大慢慢，啊，哎呀，你看老大多慢，你说老大多听话。老大慢慢坐好，老大慢慢的。你看老大。哎呀，你看老大多慢呢，老大可听话。哎呀，你看我非得多给人老大讲那几个。啊、哦。俺、啊、老大最听话。啊、哦。咱们咱家这火腿肠拍一
啊，拍三包送一包，16.8一包，老铁们啊，一包里头一包有450克，咱这火腿肠一包450克啊，来 ，seven 老大，老大慢点，慢慢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嗯，慢慢，再慢点，老大啊，咱们再慢点，好，闭咬老爷手啊，啊好，有盐奶粉吗？盐奶粉也有。羊奶粉有家吗啊，咱家羊奶粉在羊奶粉在第38个链接 ,39.9 一罐 ,380 克啊 ,380 克的啊。嗯。拉拉吃东西有分寸。你看腐妞啊，我跟你说最不听话就是腐妞。我给使劲给腐妞板一板，腐妞刚才咬我一口。给我疼的我这么脑瓜子冒汗。老大慢点，慢慢老大。哎呀，你看看老大多淑女啊，老大多淑女，你看看，行行了，老大回去吧，把小石头放出来，老大回去吧，老大，老大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老大，老大啊，老大回去吧啊，好宝，老大说没有买了，还有狗护花素没有？没有狗护花素家人们啊。全世界护发素，福妞过来，慢点，轻悠的，扶着坐下。这只狗可逃了，那扶着这狗可逃了，坐下，福妞坐好了，坐下，不许动。福妞，你那舌头能不能伸直了？我怎么越瞅你，我怎么瞅你这样不太聪明呢？坐好了，福妞，坐下。你擦，你再敢，我跟你说，福妞，你下次你要再咬我的话，我就上大棍大棒子了啊！慢点，能不能慢点啊？能不能慢点啊？我信我打你啊！啊！靠！过来来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坐好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娘们儿，慢慢的。虎扔的虎操的你。啊慢点啊慢点。慢。慢点。慢点。啊站着对劲啊。绑过来了啊家人们啊，给他绑过来了啊，要不他真咬人，我告诉你。福妞过来不能抢啊，福妞过来不能抢，福妞往前走，不能抢，不能抢，知道吗？福妞听不听话，不能抢啊，不能抢，我没说吃不能吃，我给你吃在那吃，不能抢，不能往上窜啊。别往前伸脖，把脖子往后收一收。再咬弹他鼻子，过来，福妞来。对，再咬弹他鼻子，他又再咬，看我现在有弹他鼻子，我现在有弹他鼻子。小石榴是没出来，媳妇儿，小石榴，啊，等会儿的，等会儿的，好，过来，来，你再咬，来，再咬，慢点，再咬，
哟，这个，这有啊，给慢点吃，来，福妞，不能抢啊，不能抢，不能抢，福妞，慢点，你看又掏又掏，往前掏是不是？慢点吃，给你。这改不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明白你意思。我的意思就让他慢点吃。来，放石榴，放小石榴，听不听话？我就回去。福妞回去。你过来。福妞回去，福妞回去。这福妞性子太急。福妞回去。老四，石榴来，石榴快来，石榴在这待着吧，正在待着吧。石榴快来，石榴来，下来来，石榴下来，石榴下来，下地石榴，下地下地，下石榴，啊，坐好了啊。福妞现在腿已经完全好了，知道吗？她现在上下蹦蹦跳跳，来去自由了。坐好了，石榴，坐好了。好了啊，石榴慢点啊，慢点！你操，打脸了是不是？啊，能慢点不？啊，能慢点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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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能不能慢点？啊，能慢点不？能不能慢点？啊，能不能慢点？咋的？咋的？能慢点不？能慢点不？能慢点不？啊？能慢点不？哎呀，你脾气挺大呀！能慢点不？啊？能慢点？坐下，你还挺厉害，坐下，坐好了。他以为小，他以为老四护着他呢，知道吗？小石榴以为老四护着他呢，慢点，慢的，哎，吐了。小石榴有这样式的，小石榴这样式的，你说这咋改？啊？你看看那腐妞给我咬我一口，你看。看上家吗？这底下现在还红呢。这腐妞呢，用前面牙咬的。腐妞如果用牙的，用它的犬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腐妞如果用它的犬齿的话，直接能给我咬坏了。你信不信？这块儿，你看还有鳞子呢。红了，打针吗？没事，没咬坏，没出血，没事啊，家人们啊。你看不着？看什么家？看牙印了吗？你看了吗？那家伙一口下去给我咬的老他妈疼了。腐妞改过来了，俺家腐妞改过来了，小石榴他妈犯病呢。我看腐妞啊，我试一下腐妞啊。家人们啊，咱家下方小黄车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啊。咱家这个火腿肠啊，含肉量达到60%。啊，家人们，火腿肠含肉量达到60%，一包里头有30根儿，啊，一包里头有30根儿，450克，啊，16.8一包，啊，福妞慢点，福妞，慢点，福妞，慢慢，靠，福妞你慢点，操，能慢点不？啊，能慢点不？啊，能慢点不？福妞，能慢点不？能慢点不？还是老大聪明，还是老大聪明啊！出来吧，过来吧。
现在我就知道了哈，老大，老大没事儿，跟老大怎么玩都没事儿，跟腐妞和小石榴玩不行，小石榴都要咬我，是不是？小石榴都要咬我，是不是？啊，小石榴是不是你要咬我啊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气的，气坏了，是不是？气坏了，是不是？气坏了，石榴是不是气坏了？气坏了是不是石榴？石榴，是不是给石榴气坏了？石榴，啊，石榴，石榴是不是气坏了？啊，石榴，感谢贴地龙猫啊！是不是给小石，是小石榴气坏了？是不是？啊？狗啊，咋越来越咬主人？它不是咬，它吃东西着急，知道吧？它是误伤。啊。媳妇儿怎么跟个服务员似的呢？在那块儿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媳妇儿，你在这块儿，你怎么像个服务员似的呢？怎么回事儿？服务员呢？服务员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大家伙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第一个链接家人们你们可以拍到咱东北黑木耳啊，老铁们啊，20.09元180克49.9元一斤啊，49.9元一斤啊，家人们你们想买木耳的话你们拍的木耳啊，49.9元一斤啊。之前我家拉拉也是吃东西很急容易误伤，慢慢的教的，现在吃东西好多了。我这还有根火腿肠，谁要？奖励给咱老大啊！家人们，我这还有根火腿肠，奖励给咱老大，因为咱老大刚才吃东西太慢了啊！俺老大听话啊，老大不争不抢，起来，这个火腿肠必给咱老大吃啊！啊，必须给老大吃啊！老大听话，老大最温柔，最温顺，老大最听话。嗯，老爷最，老爷最喜欢老大，我就不喜欢你老师啊，你太烦人老师啊，有事没事都跟就给人搓澡，有事没事就知道给人搓澡，老师，老爷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给人搓澡的狗啊，四哥，我不喜欢给别人搓澡的狗狗啊，你也不说给你老爷揉揉腿，嗯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媳妇咱玩啥游戏呀、啊、媳妇，东北黑木耳20.09元180克49.9元一斤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东北黑木耳，咱们家今年2022年新摘的啊，今年新摘的木耳啊，20.09元180克49.9元一斤，服务员呢？四哥，你真是没事闲的呀，老四，你真是，哎呀，老四，你真是闲的蛋疼啊，四哥呀，啊，咱就说你能不能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上班啊，老四啊，能不能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上班啊，老四啊，你说在这干啥呢？你搁这块儿拉呀？他给你钱呢，给你狗粮啊。啊，还给你生娃啊，给你啥呀老四啊，那背有这么埋汰吗老四，天天搓那个后背啊，你多搓点别的地方，可能一定要一个地方搓呀老四啊，啊四哥呀，咱不能可能一个地方搓呀，舔秃噜皮了老四啊，这么得劲儿啊家人们，真的我都感觉得劲儿，老师这么搓我都感觉得劲儿啊家人们，真的我都好想让老师舔一舔，我四哥怎么不知道给他姥爷舔一舔呢，这家伙，家人们你说得舒不舒服，咱不用说别的老铁们，咱就从这个啊换位思考一下子啊，
如果你是使劲的话，这么有人给你挑后背，你就感觉舒服吗？啊？这又有啥呀？使劲你趴下来，我看看这地方有啥玩意儿啊？我整的我很不明白一件事，这后背到底有啥？这有啥呀，老四啊？我的妈呀！啊？这脑瓜子在舔眉毛了，看看这脑瓜给你舔的，脑瓜也舔眉毛了，这身上也给舔眉毛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上次配完到现在几天了？福妞，上次几号配的媳妇儿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媳妇儿几号配的？六号吧。是不是六号媳妇儿？六服务员是不是六号配的给腐妞？四号也一天，六号一天，是吧服务员？你找好了吗？没好呢，家人们，没好呢。六号，我记得好像六号，家人们。东北黑木耳49.9元一斤啊，吃木耳可以清肺润肺啊，可以刮肠子，清肺润肺，知道吗？兄弟们啊，喜欢吃木耳的，木耳可以炒肉吃，木耳可以啊，木耳沙拉根儿，涮火锅也可以放木耳啊，炒肉啊，炒鸡蛋啊，一种木耳有多种做法啊，家人们啊，木耳啊补那个不能说啊，补那个不能说，木耳有多种做法啊，有多种功效，老铁们啊。吃东北黑木耳啊，清肠子啊，清肺润肺，血管清道夫，老铁们啊，有需要的待会儿可以买一单啊，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咱东北黑木耳，家人们啊，假一赔十，正宗东北黑木耳啊，老铁们啊，产地是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知道吧？足斤足两，无根免摘啊，老铁们，特木耳超特别干净，知道吧？木耳特别干净啊，老铁们，你们正常买你们正常东北黑木耳家人们啊，正常买一斤的话都得是60-70元，在咱们直播间49.9元啊，老铁们啊，49.9元，你可以在我们家买一袋木耳，然后再在别人家你们买一袋木耳，你们对比一下子啊，媳妇儿你坐着呗，媳妇儿，你这大伙都那啥了，都心疼你了，媳妇儿，你看咱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心疼你了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过来坐这会儿呗。媳妇儿，你过来呗。媳妇儿，你咋的了？你别哭啊！你过来，我看看你哭没哭。媳妇儿，你让你过来呗，我看你哭没哭啊？我瞅瞅呗，我瞅瞅你呗。你媳妇儿非常好，好好疼她，尊重她。你媳妇儿生气了，媳妇儿你过来呗，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没。我没有生气，笑也不代表高兴，我也没生气，我现在就是心情特别平静，我没有什么波澜起伏。那你为啥站在这儿，媳妇儿？你讲一下子呗，讲一讲。没有为啥，我想站着呗。你为什么站在这儿？你怕犯困呢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啥往这一站呢，媳妇儿？想站着呗。哦。要坐那儿往那一杵，跟啥活也不干似的。包子呢，媳妇儿？包子。啊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。包子，你看包子呢？包子，包子饭吃完了哈。哎，包子，不是媳妇儿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媳妇误会我了，老铁们，我媳妇误会我了。老爷爷，你家媳妇任劳任怨的，对媳妇细心点。哎呀，家人们啊，我媳妇儿，我怎么就没细心对我媳妇呢，家人们？
啊，那三文爹平时直播的时候愿意开玩笑，本身就愿意开玩笑，老铁们。那你们家们三文爹直播的时候是一个样，下播的时候是一个样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关心我媳妇呢？老铁们，那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心疼媳妇呢？就我直播的时候口是心非呗，我平时不也挺好的吗？是不是 啊？那你就直接说就行了。来，媳妇儿，你给包子添点水吧，啊，你给包子添点水，不敢吱声，包容理解啊，媳妇儿，包容一定要包容，包容理解。这谁淌的哈喇子？啊，媳妇儿，包容我媳妇儿，理解我媳妇儿。有一个会做饭、会直播、长得漂亮的媳妇儿真好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咱家这个喝酒不用杯，感谢喝酒不用杯，谢谢啊，媳妇儿，终于有人了解你了，能会做饭，会带孩子，会直播，忍气吞声，是不是？媳妇儿，脾气还没有脾气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？家茂说的没错吧？是不是？还没有脾气、不会发火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？媳妇儿。啊，我爱你，对，咱家大米到货了啊，你们想买大米的话，大米在第二个链接，咱东北大米，家人们啊，大米到货了，老铁们，还有大米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大米的啊，还是之前那款大米，第二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58块钱十斤大米啊，有喜欢吃咱家这个东北石板大米的啊，前两天有想拍大米的没拍着的，老铁们，前两天想拍大米没拍着的，你们可以拍的58块钱十斤大米，下方小黄车第二个链接啊，这包子一岁总有了吧，这包子都，我给你们看包子，包子吃饭了吗？是不是媳妇儿吃饭呢？是不是媳妇儿包子啊，那包子能拽出来吗？媳妇儿能出来溜达玩吗？这么的吧，咱们轮班啊，让这帮狗狗跟包子抢零食吃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媳妇儿，你拿只营养膏呗，媳妇儿上那屋。咱们轮班，咱们玩一个游戏，老铁们啊，玩游戏好长时间不玩游戏了啊，咱们把包子放出来啊，把媳妇儿那个我啊，行，那有营养膏是不，媳妇儿？这有营养膏，非常行，行吧？咱轮班的，先从咱老大来，好吧？媳妇儿，你帮我个忙，媳妇儿，你把这个沙发上，你用那个吸尘器，你吸一下，媳妇儿，行吗？因为刚才狗往那一跑，我上面全是毛，包子嫌乎，咱那包子有洁癖啊，老铁们啊，让包子做游戏，包子有洁癖，吸一下子。感谢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大米在第二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想买咱东北响水石板大米的，家人们啊，产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啊，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。啊，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包子不怕吗？包子肯定怕呀，但是我估计包子现在不怕了，你猜怎么的，家人们？因为太长时间了，咱这包子来咱们家都快半年多了啊，他应该是现在应该是不怕了。啊，还有咱家东北大冷面啊，家人们，东北大冷面在第三个链接，还剩最后19单，东北大冷面，老铁们。咱家东北冷面拍一发6包，外加3包辣白菜啊，外加3包辣白菜。哎呀，我去姥爷家吸尘器和我家一样一样的，我这个吸尘器都买几年了，媳妇儿，咱吸尘器买几年了？还没有7-Eleven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媳妇儿，这个吸尘器我当时买的时候，俺家 7-Eleven 还没养 7-Eleven 呢，知道吧？这吸尘器都有7年了，是不，媳妇儿？啊，
包子，我看包子啊，好长时间不看包子了啊。哎呀，包子，吃饭的包子。包子墨水，包子墨水，包子墨水，墨水，墨水包子，墨水，墨水，墨水包子，墨水，墨水包子，给你一个包子来，包吃饱了，包吃饱了，这像个包子，圆圆的呀，包子来给你吃一拿营养膏啊，三万，三你把营养膏给爸拿来去。把营养膏给爸拿来，桌子上那在这儿呢，三万快来，桌子上的营养膏，桌子上那儿，三万那儿是营养膏，那儿呢，营养膏给爸拿来，红狗的卫士的，在这边的卫士蓝色的，对喽对喽，上，三万营养膏，包子你想下来呀、啊、包子，啊，包子瘦了，包子没瘦。行媳妇儿，行，可以了啊，咱分帮让包子出来啊。卤蛋呢，我看了这个猫，感觉包子瘦了呢。包子光剩大脸了，这包子是别人送的啊，包子是别人送的，来过来，来迷糊起来，迷糊往这退，往后退，营养膏呢，啊这儿呢啊，包子啊这儿呢，包子哎呀，媳妇儿，有纸吗？卫生间是不是有纸啊？啊，卫生间是不是有纸啊，媳妇儿？好嘞。啊，好，头上。媳妇儿，是不是卫生纸？卫生间有没有啊？哎，对了，媳妇儿，来，你拿着手机来，媳妇儿，我给包子擦擦眼睛。拿纸，拿。啊，给你包子擦眼睛。你就是你干啥的，虎妞？媳妇儿，包子来。这个真粗啊，包的真壮啊，啊没有狗粮啊，在几号链接？狗粮，咱家狗粮在第八个链接啊，家人们，狗粮在第八个链接，不吃包退。啊，第八个链接，四斤的和八斤的，还有十六斤的都有。啊，四斤、八斤、十六斤都有。媳妇儿，把那关起来吧，媳妇儿来，留一个塞文在这就行了，留个塞文在这，把包子放出来啊，家人们，咱把包子放出来溜达溜达啊。包子下来吧，包子来。包子下来，来包子来，放行，明出来行，明在这，明在这，明过来，明在这来，好。老大，包子你下来呀、啊，包子你跟明玩玩啊，不下来呀、啊，啊？包子你不下来、啊，包子。
那俺包子自己住一个大别墅。老四。自己住一个大别墅。好了吗，媳妇儿？他们回去了吗？是。咱不听他的，不听我媳妇儿的。来了，爷爷。啊，迷糊不用回去啊，迷糊等会儿啊，迷糊啊，好宝。啊，看迷糊还不还要包子啊？包子，包下来，欢迎二宝干妈，欢迎咱们家二宝干妈小白姐啊，欢迎小白姐。这可咋整啊，姥姥现在也成了大嗓门。家人们你看着，家人们，三爷爹想成为大嗓门吗？我也不想成为大嗓门，我跟你说全是被逼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你别又赖那个啥，那本来就是你自己嗓门大，你把他们训练成必须得嗓门大的，你他们天生就知道啥叫嗓门大嗓门小。不是媳妇，我的意思是我。我不是呗，媳妇儿，我不是，对不起，媳妇儿，来，你先下来吧。你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也说对不起。三位真的不笑话了吗？能不能？咱那个垫子呢？咱那个垫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啊？能不能不笑话了，大哥呀，三位呢？你看他包子。你没有玩具去了？没有。给我拿一个。包子，来，包子。包子。明儿，乖，明儿，明儿上来，明儿来。咱别叫了吧，三位行不行啊？你就不能换个语气说吗？你们别叫了行不行啊？求你了。你又下来，没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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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你又没事儿，不咬你。没事，不咬你，他是包子，你不认识了。跪下！没事，明儿你趴着，这不是包子吗？喵！不许动，明儿不许动，明儿不许动。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八号链接，家人们，你们需要拍狗粮的话，直接上八号链接拍。你们搂着呢，包子没事啊，包子我姥爷在这呢啊，包子没事，姥爷永远是你姥爷啊，明儿还是原先那个明儿啊，对的明儿啊。给你看，明儿，明儿，你看你别害怕他，明儿，老爷都告诉你放松，明儿你放松。你看你俩一块吃呗，明儿，你俩就朋友，好朋友，明儿来。明儿你别害怕他，明儿来。你看包子不害怕他，他们害怕包子。包子说什么玩意儿，舌头这么大。啊，能不能作为好朋友你们俩？啊，迷糊，迷糊你摸摸他，迷糊来摸包子。迷糊你说。啊，咱俩是朋友啊，包啊，帮你摸迷糊，迷糊啊，
小明，你这，你瞅你那怂样儿，明啊，你干啥去？明花，你说你大气不敢喘一声，明花，你看你大气不敢喘一声。你我大气不敢喘一声，你看，包到现在是迷糊的女朋友了吧？啊，小明不敢，啊，小明不敢，啊，不敢靠近包子，啊，行了，行，你把三文放出来吧，真的，我真不行，我真受不了三文这个叫唤，我真受不了三文这个叫唤，家人们，脑瓜嗡嗡大。啊，待会儿有需要啥的啊，待会儿可以拍的啊，下方小黄车，家人们，小明回去吧，明花，你们就回去吧，啊，大米58块钱十斤啊，家人们，58块钱十斤大米，有想买大米的，东北石板大米啊，东北石板大米58块钱十斤，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啊，家人们啊，三万。拦不住啊，媳妇儿，腐妞，腐妞来势匆匆啊！妈炮的，包子你别挠我呀！行，你让老师，你让腐妞出来吧，你让腐妞出来吧，腐妞下来不能上桌子。谁叫呢？老四啊！扶着下来，下桌子，扶着，下来，下来，就让三回去，来把那烟膏给拿，来让三回去。三来。三来。扶妞是一点不怕包子呀。啊！快来，快来！腐妞下来，腐妞你下来！你把腐妞重新引导，不让他上桌子，不让上桌子。腐妞去，腐妞出去，下去。腐妞快来！上来，扶着，上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扶妞，你过来呗，扶妞，坐下，扶妞来。你放出来吧，我不玩了，三文放出来，我真受不了了，三文这个叫唤，整不了。他不怕你媳妇，他连我都不怕。还得叫唤，过来，扶妞来。
老官谁不叫？小明也不叫啊，老大也不叫啊，老四也不叫啊，石头也不叫啊，虎妞也不叫啊，包子也不叫啊，瞧不眼的也不叫啊。来，明儿快来。包子的包子不都嫌弃粉吗？嗯。包子，虎妞，虎妞，咱家包子怎么才能跟这帮狗玩一块儿去呢？啊、嗯，如果他们能玩一块儿就好了。是不是？好，媳妇把三放出来吧，来。三过来，来，三你过来，来。三你来，你过来，三万，三万你过来。姑娘来。你别咬，大哥，你舔不行吗，福妞？你给包子嫌弃的，你看，你给包子嫌弃的，嗯，来，媳妇儿，你把石头也放出来，都把他们都放出来，都放出来吧。包子不让包子回去呢，就在这儿待着待着挺好。你还想吃这包子啊？啊，包子握手，握手，包子握手。啊，握手，包子，握手，包子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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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子。操你哥，老四，你吓包子一跳。那行，你拿着吧，你拿手机来。石榴，石榴快来，石榴来，上去，上。包子挤没地方了，行。老四，老四来，来吃不吃？是不是媳妇就算是融为一体了吗？媳妇算是吗？啊？媳妇，就算他们几个现在融为一体了，不怕谁不怕谁了，算不算媳妇？表面对付的，心里都烦对方。谁呀？谁呀？你说是他俩吗？还是谁呀？媳妇。那谁呀？你不问我融没融为一体吗？啊？你不是问我融没融为一体吗？啊、表面和和气气吗？老四，过来，老四来。不管了啊，咱不管包子了啊，这么地了啊。没人打理包子，你看，现在没人管了。但包子不能走，它不能动，一动它，我们就给撵。包子下去了，下地了，包子。老四，
你这也歇歇不来啊。咱们家现在是以包子为中心啊，都以包哥为中心。老师，福妞，老大，啊，老大，啊，包子现在是咱们的好朋友了啊，咱们都已经熟悉这么长时间了，都不怕包子了。你看，你老大想亲他一口，老大想亲包子一口，啊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过来，老大呀。包子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出来了，媳妇儿啊？能不能？包子以后指定是咱们家老大，我告诉你，包子害怕，还不耽误吃。包子其实一点都不害怕。包子，你坐下给大伙展示个才艺，握手。啊啊！包子你咋这么淡定呢？包子，包子你咋这么淡定呢？啊，俺家包子还能展示才艺。包子握手。啊，你咋这么淡定呢，包子？握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握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警长你好，黑猫警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。包哥你好，包哥你好，包哥你好，你不给吃的不给你握，你让他不给吃的不给你握，包哥，包哥你好，啊，他不给吃的不给你握，你让他啊，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大米58块钱十斤，还有12担，家人们啊，想喜欢吃咱们家东北石板大米的家人们啊。愿意吃东北石板大米的，待会儿可以去拍的啊！石板大米58块钱，给大伙发10斤啊！家人们，咱家这个大米是一个简易包装的啊，但是虽然包装简易，但是它好吃啊，焖出来米饭特别香。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大米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啊，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！家人们，10斤才58块钱啊！什么时候搞活动？想买磨牙棒，每左上角咱这个地方点个直播预告啊，这个地方点个直播预告，家人们，每周六中午，每周六上午10点半宠物用品专场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点个直播预告啊。包子过来，包子过来，来上哪这来，包子过来，来包子过来，包子来，你看包子会管我要，你看着啊，他是不是他会要，你看着啊。明年他会够，包子是不是？嗯，明年年年年年，哎，看，看着吗？看着吗？看着吗？看着家们爪子，看着吗？勾我呢？看着啊！包子是不是？包子，老大，你看包子，你看包子还，你包子还摇尾巴呢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包子开始够了啊！包子你打他，包子你打他，你打老大，老大，老大来，咱把老大你把头抬起来。那你让包子闻闻，你让包子闻闻，完了让包子闻闻，你让包子闻闻呗，过来呗，使劲儿，嗯，老大挺友好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大家伙点点亮啊！
老铁们啊，然后呢咱家有需要啥的话你们下方小黄拍的啊，还有咱们家这个压缩毛巾第七个链接，家人们8.8块20枚19.9块50枚29.9块给大伙发100枚压缩毛巾，压缩毛巾啊马上就要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压缩毛巾没有了，老铁们想买压缩毛巾的8.8块啊20枚19.9块50枚29.9块100枚压缩毛巾，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。包子看起来真的瘦了不少，包子倒是变大了，胆子倒是变大了。我怎么感觉不来包子胖包子瘦呢啊，我怎么感觉包子没瘦呢，我明天给包子洗个澡去啊。我们家附近这两个宠物店人家不给猫洗澡说摁不住。哎下面你说这个猫给猫洗澡怎么还能摁不住呢，这么点小猫能给小石头洗澡他不给猫洗澡。明天我得带他上盖里那个给他洗澡去。东西闭着眼睛买放心质量放心，感谢感谢大家伙啊，给包子拍个段子吧。我哪天想个段子给包子拍一拍啊。搞包子上跑步机跑五步去，包子可不带去的。啊啊媳妇咱有什么东西吗媳妇啊，你看看呗媳妇，你看就不看，你看你给我找你给我找找呗。你看咱家有看我今天上什么东西了，媳妇这个辣酱有没有媳妇啊啊。啊鸭脖媳妇有没有鸭脖，我家猫洗澡跟杀了一样。猫洗澡啊得用网兜装上洗。包哥没有头盔啊。包哥没有头盔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。压缩毛巾8.8块20枚19.9块50枚29.9块100枚压缩毛巾，老铁们。咱不给包哥装起来了行不行家们，咱就让包哥在这地方待着得了，不给他装起来了，让自己在这晃荡得了。是不是老铁们同不同意，同意的话你们打同意了家人们啊，咱就让包哥这么待着吧，把门给包哥开开，包哥想回家就回家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家人们，包哥想回家就回家了。不是晚上指定给他关起来，媳妇练练包哥的胆量，包哥呀咱就有耗子，我真想试媳妇媳妇媳妇，家人们你说咱可不可以试一下子包子会不会抓老鼠，媳妇再买个仓鼠行不行，残忍吗你们觉着，老铁们如果包子真吃的话算残忍吗，家人们如果咱家猫咪吃买一只仓鼠算残忍吗，明天我就整只仓鼠去，我看包子到底抓不着老鼠不会吃啊，模型不行吗，家人们那玩意儿包子就算把仓鼠给吃了那也属于天经地义啊，你放心他是不会抓的，我明天就试一下子，家人们我明天拍一个包子的视频行不行，家人们明天我给包子买只老鼠啊，测试一下子家猫到底会不会捉老鼠啊，家人们咱们明天就测试一下子家猫到底会不会捉老鼠行吗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他会玩不会吃啊，媳妇我看这什么，这是辣酱，媳妇给大家伙介绍点好物啊，家人们啊，好物推荐官来了啊，好物推荐官啊，家人们啊，咱的这个香菇辣酱是不是媳妇啊，辣酱香菇鲜椒辣酱，老铁们有没有喜欢吃辣椒酱的，蘑菇酱呗，媳妇这个就是吧，蘑菇酱香有香菇，其实就有几种口味我看见了啊，1.99块一个，老铁们几个起拍，媳妇这个就是香菇鲜椒酱，然后现在是19.9块10罐，就是你1.99块一罐，但是你们下单的话就是19.9块，一共给大家发10小罐、啊、然后它这个里头就是有香菇还有那个剁椒酱，你可以拌饭，
然后或者吃面条。媳妇儿，你拿个筷子去吧，媳妇儿，拿个筷子，看看，十罐，19.9元十罐，啊？我媳妇儿吃过，这个、我没吃过，媳妇家们，我没吃过，那屋有筷子，媳妇儿，啊？这个酱老好吃了，是吗？是这酱老好吃了吗，家们？19.99一个，十个起拍啊，老铁们啊！我没吃过这个酱，但是味道挺好闻的，兄弟们，味道挺好闻啊。这个产地是什么地方的，家们啊？产地是湖北的啊，产地是湖北的。这个拌饭吃是吧？上链接来买的试试。现在家们，现在就有链接，现在来这个链接就有啊，鲜椒酱啊，鲜椒酱。来试一下子，然后这个它这个一般你们那个买的那个大酱它都是熬的，用过熬的，但是这个酱不是熬的，是用大火炒的啊，大火炒出来的这个酱。媳妇，就这一种口味吗？对。哎呀，靠谱啊！然后它里边会给带两个这个小盖儿，你吃你开盖儿的时候吃不完了，你就把这个小盖盖上。然后，但是你这个盖儿不要扔，要不你以后你开别的盖儿的时候你要扔了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封了。啊，明白明白啊，家人们不能吃辣的别拍啊，这个东西挺辣，这个挺辣，家人们看起来不错。这个是每罐80克，就是习惯，就能拌饭能拌面条。然后呢，你比如说你没有胃口的时候，今天炒的菜也不对味儿的话，你把这个拌在菜里头，然后也很好吃。嗯。19.9一个啊，老铁们，十罐起拍，这罐是十个，这十罐没有？几罐？八个？十罐？九个？十个？十一、十二个吗？这不能装十二个吗？这里头？当然就是十个。十罐起拍啊，咸辣的，对家们，但它不咸，不是特别咸的啊。香辣，香辣的那种口感，就是香，香而不腻，然后呢，辣还不是特别燥的那种辣，就是好吃。就是你咱家之前卖的一个玻璃罐的，然后这么高的一个剁椒酱，跟那个味道差不多。拌面条子吃这个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拌面条挺好吃。脚坏了不能吃辣的，我这脚好了，老铁们，我这脚它不是怎么的，它这不是手术的伤口啊，我这脚是内伤，它没有出血，没有出血的地方啊，也没做手术。对，这个就是咸辣的。拌点面条子，媳妇儿，要你给我下点面条子吧。行吧，你不用不用，媳妇儿，不下了不下了。哎，我寻思这个辣椒酱，咱拌点面条子指定好吃，媳妇儿。啊，哎，咋呀？都馋了？你们都想吃辣椒酱啊？啊？你们都想吃辣椒酱啊？啊？哎，今儿把狗粮给他们分了吗？放地下了没？狗粮给我分了来。狗粮就在你身后。来，一二三，吃饭。福晶吃吧，福晶。福晶不吃啊，媳妇儿，福晶。十罐19.9，对，家人们，十罐19.9元。小明儿来，明儿来。不行，媳妇儿，不行，再给包子里单独盛一盆。媳妇儿，包子里单独盛一盆，你看。谁？不是，给福晶单独盛一盆。包子，包子，你干啥去了？包子，包子胆儿挺大的，你看。你这事也太多了。我那不是有事，但是我这个脚行动起来不方便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但凡我这个脚行动方便的话，我不可能说这么埋怨我，总是我没埋怨我媳妇儿，我不可能说总是啥事都让她干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媳妇儿，你说我对不对？我说对不对？咱这个我这个脚如果是好一点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说啥事都让你干呢？媳妇儿，到现在我这个脚还肿呢，老铁们，你们看看这脚面子，家人们，给你看看啊，老铁们，你们看这脚面子。我不是说啥事都让我媳妇干，你以为我不心疼媳妇儿？那媳妇儿是我的媳妇儿，我不心疼谁心疼？我不关心谁关心？我不心疼谁心疼？是不是媳妇儿？我说没毛病吧，媳妇儿？我不心疼你，谁心疼你？媳妇儿，是有别人心疼你。我爸我妈就心疼我。那我不也心疼你吗，媳妇儿？太怂了吧？那三元爹也得，我每天也得直播呀，照常直播呀，家人们。那三元爹每天也得正常，对不对？咱得玩啊，那咋整吧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你疼也没办法啊，我这个脚还肿呢。你再看这个脚，老铁们，你看我，因为每天都用这个脚走道，你们这个脚肿不肿？看着了吗？就拱个大包，看着啊，
看着啊，家人们啊，看，看着啊，这镜头起不来，因为总是这只脚，总是这脚走道，这脚还虚呢。你看上有坑，你看什么？一摁一个坑，你看，一摁一个坑，我也没办法啊，老铁们呢，我也不想啥事都让我媳妇干。家人们，你们拆单这个酱1.99一罐，然后你们现在是10罐起拆，就是19.99给大家发10罐啊，家人们。然后每罐是80克，然后这个酱就是用就是炒的啊，是大火炒的酱，不是熬的酱，也不是焖的酱，而且它里头那个酱香而不腻，然后你可以拌饭吃，拌面条吃，就是你可以拌一切你想拌的东西，就是嘎嘎好吃，能吃辣的人就必拆。对，啊，家人们。拌个面条子呀，家人们，多好啊！这个酱啊，拌个面条，赶紧卖货吧！啊，老铁们啊，卖货，抓紧卖货，好好的把这个脚赶紧养好的，啊！我给你们看配料表里边有啥啊？这个酱真好吃，老铁们，鲜辣椒，啊，食用植物油、香菇、饮用水、豆瓣酱，啊，酿造酱油。大蒜、食用盐、冰糖、味精、香辛料，家人们，就这玩意儿了啊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，啊，保质期12个月，湖北省随州市，啊，老铁们啊，这一罐是多少克呢？老铁们，80克，一罐是正正好好80克，净含量啊，家人们，1.99块。啊，1.99块，啊，你甲功正常吗？什么是甲功？甲状腺功能是吗？我啥都正常，家人们啥都正常，知道吧？就现在唯独就是这个脚不正常，其他啥都正常，一点毛没有。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想买这个辣酱的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，有需要的抓紧拍一单，很辣吗？家人们啊，这个东西说实话。中度不辣吧啊，不是那么特别辣，但是你要拌饭的话老香了。你不会一门吃媳妇儿，它真好吃，我为什么要一门吃呢？它不好吃我能一门吃吗？肾脏不好吧？不可能肾脏不好啊，要肾脏不好早就不好了，肾脏如果不好的话早就不好了，没必要非得等这个脚坏了之后才不好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没必要现在等这个脚坏了之后才不好。为啥肿？因为我总是这个脚吃不上劲儿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这个脚总用这只脚走道，这个脚总空着，导致这两天这脚哪只脚都肿。行，媳妇儿，还有什么？媳妇儿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鸭脖18.8，10个。18.8元10个，这鸭脖。啊，你们想买鸭脖的家人们啊，鸭脖子在第14个链接，18.8元10根。鸭脖子，这不还是咱之前卖的鸭脖子吗？媳妇儿，啊，18.8元10根鸭脖啊，让你们有香辣味的啊，就个8+1啊，香辣味的，有那个麻椒味儿，那个藤椒味的，然后还有黑鸭味的，藤椒口味的鸭脖啊，还有那个糖醋味的，跟超市价格差不多。你说哪个鸭脖啊？这个一共是有4种口味，有黑鸭味的、香辣味的、糖醋味的，还有藤椒味的，4个口味。然后你们可以选，喜欢吃那个糖醋的，你可以拍糖醋。喜欢吃那个藤椒就可以拍藤椒，然后你也可以混合的，里头都点进去都有选项，18.8给大家。可能因为嗓门太大，脚肿，喊到神经末梢了，这个也有这个几率。行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辛苦了，媳妇儿，我爱你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呀，我爱你，无畏心牛的眼睛。家人们，刚才我跟我媳妇儿说那句话给不给力？老铁们，给不给力？我大胆的说了一句。
刚才下播的时候，刚才我媳妇儿要回去的时候，我大胆对我媳妇儿喊了一句 I love you。 啊，老是秀恩爱，四种口味都是辣的吗？四种口味都是辣味来的，是吗？啊，给大伙吃个香辣的吧。啊，我给大伙吃个香辣的啊，什么啊，包子呢，包子跑窗户咬啊，没事，包子在那么冲窗户跑了的。好，家人们啊，来，这个鸭脖，咱家这个小鸭脖配个8+1吃啊，18.8元，给大伙发10根啊，猜一个啊，糖醋的不辣，它多少都会有点辣味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糖醋的话虽然不辣，但是它，你不喜欢吃辣的话，尽量就别拍这些东西，家人们知道吗？这些东西还是辣的好吃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？这个脖子这么大一根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从我手这个地方到上边，一根脖子40克，老铁们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一根脖子40克，老铁们，不是那么特别大的脖子啊，我看肉多不多啊，我现在给你们吃这香辣味的啊，挺好啊，挺好的小辣鸭脖，家人们啊，晚上的时候，家人们，大伙喜欢吃喜欢喝点小8+1的。啊，家人们来一罐8+1，是不是？来点咱们家的小鸭脖，吭哧吭哧的，多得劲儿啊！10根18.8，你个老大馋完了，你个老大馋的，哎呀，老大香不香？老大闻香不香？哎呀，真香啊，老大！哎呀，这不给你吃了，咋？你看腐妞就上去掏了啊！看，你看，那腐妞上去掏了，你看啊，老大听话，老大从来不上掏。哎呀，真香啊，老大！不喜欢吃辣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拍糖醋的啊。不喜欢吃辣口，是拍糖醋口味的，哦，糖醋都不辣。你看老师，你看老大多老实，你看老大从来不伸手舔。他闻，啊，老大，你看咱们老大怎么闻的？啊，真香啊！来闻闻。啊，真香啊！再闻，老大，啊，真香啊！要是腐妞呢？啊，你给我吧你。这东西辣啊，不是我不给了你们，也不是我不也不是我不舍得，而是这个东西辣，狗吃不好，知道吧？狗吃个辣鸭脖不好，所以我不给他，并不是说我不舍得啊，那一个鸭脖才一个鸭脖才1块多钱，我有啥不舍得给他吃啊，家们。你看直接动嘴了，腐妞直接动嘴了，老大不动嘴啊，老大闻闻啊，真香啊，你看老大啥表情啊，18.810根啊，老铁们，1根40克，啊，你用眼闻闻味儿啊，香不香？迷糊啊，真香啊！啊，你看迷糊馋的之前直流口水。啊，直流口水。
直流口水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。有想吃大碴粥的家人们啊，你们想买大碴粥的，下方小黄车第十个链接啊，家人们，第十个链接，还卡吗？一只拉布拉多多少钱一只？谢谢。拉布拉多多少钱都有，看品种，啊，看长相。多少钱都有，三五百块钱一只也有啊，三五千块钱一只也有。哎，鸭脖鸭呢，挺多肉。大碴粥需要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啊，家们啊，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啊，家们，你们熬大碴粥之前最好给它泡一宿，知道吗？泡一泡，就比如说你晚上想喝大碴粥，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给它泡上了，知道吗？把米给它泡水里头啊，你晚上想喝粥的时候你白天泡，你早上第二天早上想喝粥的话，你晚上给它提前泡出来，知道吧？它好煮啊，它煮的越黏糊越好喝。咱们一号链这个鸭脖是人吃的啊，人吃鸭脖，不是狗吃的。一号链总共是十根鸭脖，十根啊，有这个。家们啊，这叫藤椒口味的，这个是糖醋口味的啊，香辣口味的，还有一个是黑鸭口味的，总共四种口味，发十根了，铁们，一根四十克，一根四十克。镜头给反，他在演杂技呢。塞班，塞班，卡呢？三文就老大这一个好孩子，剩下的都是歪毛淘气。歪毛淘气怎么是辣？鸭脖有不辣的吗？糖醋味的话不辣，家人们啊，糖醋味的话可以啊，其他都辣，藤椒也辣，黑鸭味也辣，香辣味的也是辣的，家人们啊，香辣味也是辣的。迷糊啊，迷糊过来，迷糊来，嗯，迷糊坐好了，来上老家门口，你坐下，迷糊来，迷糊坐下，迷糊你坐下，坐好了，迷糊来坐好了，迷糊坐下呗，迷糊，迷糊你是不是不会坐？你说屁股上有火疖子，迷糊坐，迷糊坐，你说屁股有火疖子，迷糊，啊，给个建议，新手养个多钱一只的，谢谢，新手养多钱一只的，家人们啊，说实话，这狗一养就十多年。啊，这个东西跟新手老手没关系，知道吧？不是说你今年你不会养啊，你养了个次的，你来年你会养了，你把这次的不要了，你再换个好的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也看眼缘，知道吧？跟多少钱也没关系，你瞅准了它啊，它多少钱它都值啊。你不喜欢这条狗的话，多少钱你也不要。是不是家人们啊，新手和老手养狗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一养可能就是养它一辈子，知道吧？等你下回养的时候你就不一定愿意养狗了啊，因为你跟上一条狗感情太深了，知道吧？养啥都一样，只要你认准它了，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就买多钱的狗
啊，你有钱你就买条贵的，你没钱你就买条便宜的啊。但是呢这个便宜和贵啊，只针对于咱们人类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，值多少钱啊，老铁们啊。其实这个狗啊，你花500块钱养的，你养个5-6年，你到家你到手里啊，家人们，5-6年之后在你心里头也是无价的，老铁们知道吧。啊，就你喜欢哪个你就养哪个啊，老铁们好吧。演员太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得到你去狗身上你看啊，没准你想养个拉布拉，你想养个拉布拉多，但是呢你偏偏看上那个小泰迪啊，你就感觉那个泰迪跟你有缘啊，你就非常想养它，知道吧。你想养个小泰迪，但是你看上一拉布拉多，哎，你看他，你俩眼神挺投缘，他跟你挺好的，你就非常养这个拉布拉多。啊，狗养啥都一样，家人们知道吧。养什么狗都一样。当初三元爹，我想养只白色的比熊呢。当初我也想养个灰色的泰迪呢。但是怎么的，家人们？当时我就感觉小石头有眼缘，知道吧？那个价格还能接受啊，还便宜，就养咱小石头。这一养养好几年，5年了，小石头都5岁了，家人们，养小石头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有想买土豆粉的家人们，下方小购物车第4个链接，家人们咱俩土豆粉啊，老铁们土豆粉还有6单啊，土豆粉28.9块给大家伙发6包土豆粉啊，老铁们一包土豆粉360克啊，咱家土豆粉煮出来的嘎嘎好吃，家人们就跟那个米线似的啊，跟那个米线一样一样的味道，口味嘎嘎香，老铁们不好吃，让你们不好吃直接给差评。好了，你们啊，不好吃直接给差评啊。作为一名家人们合格的卖货主播，老铁们啊，他最忌讳的就是差评，知道吗？老铁们啊，买回家之后，家人们啊，买回家之后如果不好吃的话直接给差评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如果一个主播这么跟你说的话，我就买回来我买一单尝一尝啊，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也不退，我就直接给你个差评，以后你也别卖了，是不是？这土豆粉儿，咱家这个土豆粉我卖多长时间，家人们？卖2年了，我卖2年这个土豆粉了，嘎嘎好吃。我当初怎么的，家人们，我都想拿这个土豆粉去开饭店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在杭州的时候，因为杭州没有这么好吃的土豆粉，什么？三万没有这么好吃的土豆粉，我都想拿这个土豆粉去开那个面馆了，真的，老铁们。啊，做起来还方便，28.9块给大伙发6包，你买单回家尝一尝，6包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还有4单土豆粉呢，家人们啊，还有4单土豆粉啊，有喜欢吃的家人们啊，有想吃米线的土豆粉的啊，待会儿都可以去拍的啊，嘎嘎好吃，老铁们放心拍吧，放心买就完了啊，相信三元爹，老铁们啊，相信三元爹啊。一个劲儿的说也不回答，幸福一辈子，我看幸福一辈子啊。兔子和包子还有那个没毛的狗呢，也想问兔子死了啊，包子搁那玩呢啊，小不点在别的屋呢啊，因为老四总咬别的狗，我怕把小不点的给咬了，小不点的现在没有还口之力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知道吧，小不点的现在还小，知道吧，所以咱不让小不点上这屋来了，小不点的是属于弱势群体啊，包子搁这玩呢啊，老铁们兔子没有了，三万在这儿呢，家人们，欢迎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土豆粉的是不是没有了，客服土豆粉子还有1单，土豆粉是不是没有了，全世界有谁会在乎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，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贵，难道要赐我万一死罪。把猫抱怀里头不行，包子他妈掉毛严重啊，家人们，包子掉毛严重啊。没有了土豆粉的家人们，土豆粉没有了啊，家人们还有最后一单，还有最后一单，想买土豆粉的待会儿拍单，有啊，有没有了到底啊，
土豆粉的28块9毛钱六包加盟，相信三文爹的，愿意吃土豆粉的，平时愿意吃那个米线的老铁们啊，把咱土豆粉拿回家之后，准备点小豆芽，准备点干豆腐啊，家人们准备点那个鹌鹑蛋啊，家人们准备点小青菜，嘎嘎好吃，知道吗？煮完之后再放点小醋，放点醋，家人们啊，跟你们在外面吃那个米线啊，绝对无二，家人们啊，没有区别啊，家人们啊，绝对没有区别啊，味道嘎好吃。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腐妞现在大小便还在笼子里吗？现在腐妞大小便基本不在笼子里头，我告诉你为啥啊，如果要是腐妞单独在笼子里的话，腐妞必定会在笼子里大小便，如果我们家腐妞跟小迷糊或者小石头在一块的话，腐妞肯定一宿不带拉的。你就说一宿，别说一宿不带拉，你就从现在给它关到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它都不带拉的啊，小迷糊啊，和咱小石榴一直都在看着腐妞啊，老铁们都他们都看着腐妞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啊。狗水杯就一个颜色吗？家人们，狗水杯就那一个颜色啊，你问客服，你联系客服，长大了懂事了，为啥呀？因为腐妞好像是怕小石榴和小石榴他们小迷糊他们两个啊，他们三个关一块，或者是单独跟，就是单独跟其中的一只关一块的话，小腐妞都不会往笼里拉，他都不会往笼里拉，肯定的，这是长大了懂事了。不是，家人们没懂事，前两天给他单独关一块了，他还是会拉啊，然后给他一顿收拾，一顿胖揍啊。这两天谁到了？肯定跟我打他没关系，家人们啊。他当时我之前没打的时候，他跟老四和小迷糊在一块的时候，不，他跟小石头和那个迷糊在一块的时候也不拉，就单独自己不行，憋不住。那狗子一出来憋不住，家人们，就腐妞吧，他正常能憋住，知道吗？他一从笼子里头出来，那个屁眼子也得开。啊，他那个钉眼呢，他也关不住了，知道吧？门一开，狗笼子门一开，他那下面那个门也随之而然就开了。这狗他妈一整就紧张了。三文小时候有那样似的，三文一下楼，哎呀家，三文上厕所一下楼那就跑啊，跟跑百米似的，家人们，嗖嗖嗖往下冲，下楼第一时间赶紧拉。三文以前就是下楼第一时间赶紧扑哧一泼，就那么快。腐妞，咱们不演了，紧张是被咬的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伙，老铁们，欢迎大家伙啊！风吹来的沙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那个有没有家里头有没有车的啊？想买那个玻璃水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家玻璃水9块9毛钱，给大伙发4桶玻璃水啊，一桶玻璃水是1.2升。老铁们，一桶是1.2升，合到2块5毛钱一桶。老铁们，玻璃水合到2块5毛钱一桶。有想买玻璃水的，大伙可以去拍单玻璃水啊，9块9毛钱8桶玻璃啊，9块9毛钱4桶玻璃水啊，家人们啊，有这个镀膜玻璃水啊，还有这个活性玻璃水，家人们，活性玻璃水贵一点啊，活性玻璃水贵一点，活性玻璃水好像13块9毛钱吧。4瓶，13.94元，镀膜是9.94元啊，老铁们。腐妞前主任来了是吗？哎，腐妞现在比以前懂事多了啊，小腐妞，也不知道腐妞，我跟你说，腐妞指定有了，因为腐妞现在知道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主播，你脚怎么的了？脚没事，家人们，有啥区别？镀膜玻璃水啊，家人们，镀膜玻璃水就是怎么的呢？啊，你用完它的时候，它会在你的玻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知道吧？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玻璃会非常的亮，啊，干净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就埋的东西它很容易，就是在它有一层膜嘛，它很容易就能擦掉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这个活性玻璃水呢，啊，家人们，就比如你家啊车窗户非常埋汰啊，你总去越野，或者是家里头，家人们啊。就是总是玻璃上总是崩一些泥泥点点的啥的，或者是跑高速之类的，车玻璃上会有一些
啊，小动物尸体啥的，家人们啊，你用活性玻璃水的话，你喷上之后，它能把那个，它能把埋汰东西溶解，溶解完之后，家人们啊，它能刮的特别干净，知道吧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东西活性玻璃水能让能溶解东西的啊。风吹来的沙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玻璃水9.9元四瓶啊。啊，9.9元四瓶啊。活性的贵，活性的是13.9元啊，13.9元四瓶。感谢橱窗里的猫狗啊，谢谢啊。老爷播两小时呢，该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三元店该下播了，该遛狗去了。你看，老四现在不找虎妞了，虎妞过去了，虎妞发情那段时间过去了，咱就坐等咱家老四，看老四生的孩子能什么样吧，家人们啊。虎妞现在有点小，他不知道，虎妞有点太活跃，知道吧？我怕小虎妞总跟他们在一块玩，容易保不住的孩子呀，家人们。啊，保不住肚里的孩子呀。然后咱们家直播就到这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今天晚上直播就到这了啊，咱们明天见啊，老铁们，12:30了，明天见吧啊，老铁们，老大还会生吗？老大现在不一定，老铁们啊，老大现在，我叫下来来。家人们，你们早点休息啊！祝大伙儿晚安，都大伙儿都做个好梦啊！家人们，晚上好梦，晚安，家人们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